敢吞了以后，没安尼敢掰，他吞了以后太麻烦了啊。海狮的牙齿它最主要功能是用来对付食物呢。而胖胖海狮大到嘴巴之后呢，想到现场所有来宾应该都有观察到啊，海狮的游泳速度非常快，平均泳速可能到每小时27公里，是要想到脖子可以辅助胖胖海狮游泳的方向，让他们可以快一些的追逐猎物。说到灵活，就来问两位帅哥简单的问题。我的小龟帅哥先问你好了啊，今天天气是不是非常的凉爽？对不对，小龟？对哈，对他来说很凉爽，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啊。好吧，那轮到你啦。我的看到很多呢，很几位来宾，例如华裔的乌巴拉巴，乌拉达裔买票，乌布裔买票，我真的是非常厉害。小乖，多加一句讲，听说
狮的体型会比较大，母海狮的体型就会比较小了。刚呢，给它短甲过尾也开始对角。那毛色上面呢，分别呢，公海狮的毛色会变比较黑色，比较暗一点；母海狮的毛色就会变比较淡，比较褐色一点了。哎，大家已经很疑惑了，阿莲会做公海狮，阿宁他们体型为什么不一样啊？哦，这是因为他们品种不一样啊。已经来舞台的小乖是南美海狮的品种，准备要回舞台的胖胖是加州海狮的品种。
那个尾鳍，而就像海豚们的身子呢都可以冲出水面，抓住了离水面有段距离的飞鸟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用潜海豚上呢来跟大家见面，来准备到。你可以清楚看到他们有着光滑的身躯、流线型的身材，这种身上呢是绝对没有任何一点的鳞片，并且呢以这种体型啊在水中快速的游动，可以说是毫无阻力的。待会呢，海豚也会与蓝鳞鳞更加的亲近，即将会到我们的水池前面上来与蓝鳞鳞见面哦。这边要提醒现场来宾，不要靠近海豚，更不可以动手去摸它们呢。再次呢，就是感谢蓝鳞鳞的配合了。长的嘴巴，后海豚呢有着88颗到104颗的牙齿，牙齿呢不是用来嚼碎食物，而是用来猎捕食物的。在后海豚们的眼睛后方有像针孔般大小，那是它们的耳朵，头顶上方的孔也就是呼吸孔，同时也是用来发出声音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呢也要为大家做个示范喽，来听听看嘴巴有没有声音喽。没听到，嘴巴没有发出声音。现在来听听看呼吸口的地方。哎，有趣的这名的海豚呢，就是借我的呼吸口来发出声音的。那近几年呢，常常的新闻媒体的指海豚搁浅的消息，那如果有机会呢，在海边遇到海豚搁浅的话呢，其实立即通知有关单位前来。重心根部往上提，再用两只手抓住它的背脊往前推，背脊推呢要前后去拉着海豚们的胸鳍，以免造成海豚的二次伤害。再来呢，就是你的就地取材的方式，将衣服或布类的东西弄湿之后覆盖在海豚的身上，这一来可以保湿，二来呢可以保暖。您也可以用个洒水的方式，但请注意在洒水时呢，不要淋到它的呼吸孔。您可以用一只手挡住呼吸孔的后方，以防止海水流入。不然的话呢，会导致海豚呛水或者是死亡。而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人员本身的安全哦。救援时不要再太靠近尾鳍的地方，因为海豚其实在挣扎的时候，尾鳍的力道都非常非常的大，可能会造成人。就会用它的胸鳍哦，来夹着这个篮球，会绕我们的水池一圈哦。我们再来看看它摸摸胸鳍的力道表现啦、哦。待会来宾也可以借此来观察一下，海豚的皮肤其实就演化为两种颜色，背部为较深，腹部为较浅，就像海洋中啊都有着保护以及伪装的作用哦。好了吗？我们的海豚波波。准备好，终于出发了啊！现在呢，来宾姐可以亲自来观察一下，我们海豚腹部上呢有着许多的小斑点哦，这些斑点其实呢就代表着海豚的年纪。那可以看到，斑点越多的海豚，就表示它的年纪越大；斑点越少，就表示年纪越小。不过呢，在刚出生的小海豚，其实呢腹部上是没有任何一点的斑点。秀姐准备好，一起来咯。然后呢，来宾可以看这几位，哎，用他们等等他们为什么手在握手，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呢？当然，海豚长时间跟他的好朋友们一起生活，感情也是非常的棒哦。我们现在呢，就要一起来欣赏这段亲热的镜头。哇，看这妞妞果然是很热情哦。来，继续就轮到我们的。波波来表示一下了啊、哦！来，波波准备好，亲姐，阿丽娜在滑的迫不及待样子，也是非常的可爱哦。那我们海豚们跟他的好朋友们，而轻轻摸我的后腿。
之后呢，金这个时候我们的海豚呢要做什么？我们的宣师手上已经拿出大圈圈出来，这样的海豚通常圈圈做出的反应呢，来，我们的波波还有妞妞两位准备一下喽。来，待会波波圈圈两位就一起来喽。两位掌声再给他们加油一下，谢谢。摇圈圈哦，摇起这个圈圈来，有板有眼的样子，真的是非常的棒哦。其实呢，海豚长长的嘴巴也是它最敏感的地方，因为我们的海豚呢，在大海当中啊，其实都会透过它的嘴巴来接触、探索、认识它们所不知道的事物。哇，你看我们这两位非常的厉害，也顺利将圈圈带来完成这项才艺。这么多活灵活现的演出之后呢，接着上来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海洋合唱团，要来高歌一曲啦。今晚我们海豚准备来唱歌，好来打开腰，待会呢要带来一首歌曲为海洋之歌，来下岗给海豚阴霾啦。来，我们的波波悠悠别闹，一二三唱。哇，你看这几位可爱的小姐呢，个个唱得好，跳得好，唱起歌来的样子，果然我确实非常的可爱咯。来欣赏过这一连串载歌载舞之后呢，欢迎波波、妞妞、蕾娜，来宾给了很多掌声哦。我们这几位要怎么感谢大家的掌声呢？来，三位准备好，一起来。12万分的感谢之一哦！紧接着上来，我们的欢迎合伙伴，待会儿还有精彩的水中动作要来做呈现哦！好，小姐们准备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再给他们来段音乐。在这边全部要到